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두 달 전 우리 채널에서 소개해드렸던 한국을 분석하며 애가타는 대만이라는 영상 이후 많은 분들이 대만 관련 영상을 다시 한번 다뤄달라는 요청이 많았습니다. 이에 우리 채널은 관련 영상 2편을 준비하게 됐습니다. 이번 영상에서는 좀 더 구체적으로 한국의 경제를 분석하는 영상들을 소개하려 합니다. 대만 관련 방송 자료들은 그 희소성으로 인해 원본 영상에 업로드 시기는 전부 작년 상반기부터 하반기에 걸친 영상들입니다. 아직 1년이 되지 않은 것들이라 충분히 가치가 있다고 판단해 영상을 제작했습니다. 먼저 아시아 및 각 대륙의 정부, 비즈니스 및 학계 지도자들이 주축이 되어 주최하는 보아오 포럼의 데이터를 보시겠습니다. 이번에는 한국의 경제를 몹시 걱정해주는 대만 언론의 한국 경제 분석 영상입니다. 와, 现在这些啊, 求生欲望很强烈都在韩国上演为什么呢? 因为你刚才所说的最惨的国家现在不是那些亚洲四小龙也不是亚洲其他国家竟然是因为背负受敌既受中美贸易战经济迟缓然后本身又跟日本打贸易战的韩国我们来看看韩国现在有多惨啊你看到第一个 它10月的出口额 467.8亿 什么概念它连续11个月都在下滑啦就没有涨过啦都在跌啦 4年来最大跌幅再来你看看央行南韩出来讲话啦他说哦我们南韩一年 GDP 1.538兆美金 可是我们的经济成长率现在要下调 0.4% 什么概念啊 0.4% 就少 73.5亿美金 就是2200亿 一年少赚 2200亿 可以造福韩国多少人还有经济成长率速度 变成放缓至 2%， 我告诉你啦，我们台湾今年四小龙是第一名， 2.5% 啦，就这概念啦，它 2% 而已，而全世界目前平均是 3%， 你看看能跌那 0.4 吗？最后他们引以为傲的半导体，结果呢？ 现在也锐减 32% 哎，你韩国就靠电子业半导体这个在名扬国际的，现在锐减 32% 怎么办？俊香，这么惨怎么办呢？ 告诉你哦，你就只好向有钱能够给你钱赚的国家报答。 다음은 한국의 현재 경제력의 위치를 비유한 대만 방송의 영상입니다. 甚至有人说糟了，韩国降息，代际金断掉。为什么呢？因为韩国被称为是全球经济的金丝雀。为什么是金丝雀？在这个17世纪的时候呢，因为设备不好。 所以呢，煤矿的话呢，工人要下去的话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所以他们都会先放一只金丝雀。那金丝雀只要不叫，那表示中毒了。哦，下面呢？金丝雀不叫是中毒了，对，他是用金丝雀来测说这个矿坑有没有毒。对，所以金丝雀只要不叫，那工人就不要下去了。那金丝雀只要啊叫叫叫叫叫，那工人就啊放心的下去。 但是呢，为什么说南韩是全球经济的金丝雀？南韩呢是第七大的出口国啊，而且它出口的产品，你看有钢铁、汽车、石化、到手机啊、电脑，什么都有，什么都买哈，非常的有具有资源。 다음은 한일 경제를 비교 분석한 대만 실천대학교 교수의 발언입니다. 日本它本身啊，目前它的经济又发生更严重的问题了。 我们看到最新的资料，日本的经济他们已经发现亮红灯了，出问题了，所以他们的 CPI 值已经不够了，他们本身的通货膨胀率也不够，所以他们觉得他们这样下去的话，日本会被韩国人追上。目前预估大概再过20年不到，日本人大概就被韩国人超越了，也就是日本将不再是东亚的第二国了。 它应该会沦落为第三国，它的人口数可能会从1亿1000万降到只剩下8000万，因为老龄化的问题、生产力不够的问题，它的产品已经被韩国的产品打败了。
例如说他以前的 Panasonic 啦，他的 Sony 啦，他的很多的那些汽车工业啦，电机，连他现在的手机都已经被三星打败了，他的化妆品啦，他的偶像剧啦，他的这一些文化的娱乐的产业啊，都一个一个被打败了。所以日本人感觉到很恐慌，因为再这样下去的话，可是日本的年轻人他们已经活在小确幸了，也不想生孩子，也不结婚，那所以对日本人现在很苦恼。다음은대만경제에돌직구를날리는대만전문가의발언을들어보시겠습니다。台湾，你今天不要跟大陆比，你跟谁都比不了啊！亚洲四小龙，我就曾经说过，遇到韩国的南韩的朋友说，你们不要再提亚洲四小龙，因为我们现在连车尾灯都看不到我们。可是以前你要知道，台湾不是亚洲四小龙而已哦。什么时候今天到了二十年后沦落到现在连车尾灯都看不到。이번에도한국경제를걱정해주는대만방송국의영상을보시겠습니다。你看今年第一季韩国的 GDP 大概是年成长 1.8, 台湾 1.7 哦。是。香港剩 0.5, 新加坡剩 1.3。台湾也没有很好。啊，韩国往下走，我觉得我对韩国经济我是非常有担心的。为什么？韩国的，比方说韩国的汽车，我不知道你在美国你经常会看到。我记得十年前啊，是现代，我到波士顿的时候，一看满街都是现代啊。对，现在你再看路上没几台了，为什么？大陆车子起来了，而且大陆的性价比可能更低啊，像吉利那些他们都起来了。对，第二个呢？手机，以前三星打遍世界无敌手啊，华为起来之后呢，它慢慢去面对压力了。再来，你看三星这一次面板啊，大概几乎快没赚钱，只剩下个位数啊。是，那这个三星跟 LED 面板原来主导世界，大陆东方啦、华星光啦，他们都起来了。是，这一打又打到韩国，所以你看到韩国有几个大的产业链啊，手机的面板啊，是，哦，到汽车。마지막으로한일무역분쟁및한일보호협정과관련하여이를색다르게분석한대만시사평론가의분석을들어보시겠습니다。因为这个情形是怎么样？第一个，如果说这个打经济战呢，正好金正恩射导弹，然后这一次射的导弹呢，他们的情报协定是怎么样？就这个飞弹从北韩射起来，这中间的轨迹，然后经过这边轨迹，这个是韩国情报。嗯。然后呢，到了日本是日本的情报。那么现在呢，这次两次呢，他们呢两个情报一凑合，就发现这一次北韩射的导弹呢是在50公里的高空，就离地面50公里，然后走了600公里。那么这个情形就影响到什么？他们以前部署的反导弹，可能很难拦截。第二个，北韩这个升级了，那北韩在这个升级的时候，如果说南韩不跟日本合作，谁吃亏啊？我告诉你，北韩打南韩是大炮。飞弹都是打日本的，对，所以都是打日本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日本，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就会紧张，会紧张，所以呢，你用经济压我，我用情报蹦你。这个问题，我想也请教一下老大日本通，因为对于韩国来讲，他的一个反日的民族的情绪始终都在。那今年也刚好是他们三一运动的100周年，就是韩国要求脱离日本统治的这个运动100周年，碰到这一个历史事件。延续下来的诉讼，对于韩国来讲，他们当时的强征工，他们没有拿到钱，心里面他们可以持续一直在抗争。但对于日本来讲，二战之后，该赔的已经一切归零了。我想请教你，就是在日本的政府的态度来讲，是不分党派都认为二战结束之后就已经归零了吗？不会有其他新的一个作为跟思维吗？第一个，两个国家在认知上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韩国是认为就是说，你上次给的是国家赔偿，那人民呢？你就只有人民的还没有算。那日本觉得赔偿当然应该包括人民了，怎么会没有算呢？第二个，日本人一直有个感觉，已经过了几代，你还在找我要道歉。那韩国说你过了好几代都不道歉。所以双方，但是在这个情形下，对，我觉得他有一点就是这个东西来的话，就是说他们不但在经济上互相慢慢要不靠对方，美国最担心是他们两个在军事上。对，日本是很希望说在亚太啊，他是掌门人，但是美国只让他当看门人。那现在呢，韩国跟北韩一来往，可能就是当门外人。这个地方你可能变成门外。那么以前呢，日本呢是希望当美国的伙伴，那美国只把日本当伙计。那现在呢，南韩跟北韩如果关系慢慢好的话，可能就叫日本退伙。现在一般的日本人怎么看韩国这种反日情绪？他是因为他从本身洗脑是他这个认知嘛，真的没有道理。所以一般日本人就觉得还要我道歉，他们会认为韩国人是无理。
정말 지겹게 반복적으로 들은 아시아의 네 마리 용 때문에 저는 오늘 저녁에 용 꿈을 꿀 것 같습니다. 시청해주셔서 감사합니다. 행복한 하루 되십시오.